姚先生您好，欢迎来到节目现场。啊，你好。听说你是千万元的体彩中奖者，我特意也买了一张，你看跟你当时买的彩票号码一样不？哎，对，一样。也恭喜你，祝贺你能中大奖。啊，谢谢。希望我也能传递你的幸运啊。你觉得你这个中一千万大奖幸运不？我觉得幸运。幸运之后呢？幸运之后，现在从天堂到地狱了，就这感觉，坐过山车。虽然说中奖了，但是奖金没拿到手，没拿到手不说，现在还是干工作的时候把腰伤了，就包括这次来到沈阳，也不能坐高铁和飞机，坐的慢车来的，坐了一天多，20多个小时，坐这张票真的是很无奈，很伤心。那你觉得你为什么被伤了？从头说，就是我2019年的7月的时候，我发微信给我经常去的那家彩票店微信转账，让他给我购买的彩票。你以前经常用这种方式吗？我经常是以微信转账的形式买彩票。那你购买之后，你中的最大奖是多少？平时中几十块、十几块的，还有一两百块的都有，这他就微信转账给我就发过来了。我感觉这店主还挺诚实的，这次我实在是受苦了。那这一天开奖的时候你看了吗？看了，我一看我就知道我中奖了。你当时内心什么感想？心情非常高兴，非常激动。可是彩票不在你手里，到底是惊喜还是惊吓？那我的也只有一等奖，这奖金大了，票没拿到我手里，我肯定还有所担心嘛。毕竟当时呢，彩票还不在我的手上，还在那店主那放着呢。来到彩票店，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店主带着体彩管理员告诉姚敏，那张彩票并不是你的，是我发照片发错了。姚敏折腾了2天，最后接受了事实，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，姚敏得到补偿，放弃了彩票。可是一个月后体彩开奖，姚敏才知道领奖人竟然是彩票店主的哥哥。姚敏觉得自己被骗了，被骗走了1000万。之前你认识他表哥吗？不认识。那你觉得他表哥有可能是这张彩票的真正中奖者吗？肯定不会是的。那你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诉求是什么？我的诉求是要回我那1000多万的奖金嘛，同时还有彩票店一家的人都在欺骗我，我要追他们的法律责任嘛。好，要回1000万的奖金，追究骗你人的法律责任。对。那你带来的证据是什么？我带来的证据是有我给他当时有那个微信转账那个记录，还有他给我发那个彩票照片。第一轮举证时刻。从姚先生的微信转账记录可以看到，2019年7月17号的17:25，他给彩票站王某发送20元红包，不到1分钟，17:25:26，彩票打出，彩票站给姚先生发来照片，2张彩票，一共10注20元，上面的这张正是中奖1000万的彩票，中奖号码是06182021。31，尾数拿号是0304吧？这一只号码7个数字，应该都刻到我脑子里了。店主曾经辩解称，自己收到姚先生的信息是机选大乐透10，意思是10元彩票，所以下面这张彩票才是姚先生的。不过这句话实在没有说服力，因为转账记录是姚先生花了20元，理应有图片里的全部10注彩票。